尊敬的李勇教授、郑朝辉教授、Dear Professor Han，各位同道，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参加第12届胃癌外科规范化治疗高峰论坛之遇见未来中韩青年精英学术交流会。那今天上午，我们荣幸的邀请到来自广东省人民医院李勇教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郑朝辉教授和首尔大学医院彭堂医院岸教授带来3台手术联播。那在正式手术直播的开始，我们首先有请，主刀之一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郑朝辉教授做致辞，有请。啊，尊敬的全国各位同道，大家上午好啊！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在网上跟大家见面。今天我准备做的这台手术是全腹腔镜下的一个根治性远侧胃大部切除，被三角吻合，希望大家多多指正，谢谢。谢谢朝辉教授。Now let's welcome Professor Han from Seoul University Hospital, Bundang Hospital. Give us an opening speech. Thank you. 시작한 거예요? Hello,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everyone. Hello, Good morning, Professor Huang. Professor Han. Professor Han, we can hear you. How are you? I can. I'm good. I'm fine. I see you, Dr. Chao. Hello, long time no see. Hello. You make a speech for us. Thank you for giving me opportunity to demonstrate my operation. I will do my best.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OK，Thank you. Thank you. 那同时，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吉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王权教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解说。那在开始之前，我想跟大家介绍中国的两个病例汇报。那韩国的病例，到时候韩教授在手术当中会介绍。那我共享一下屏幕。等一下，第一张就躺这里。可以。那这是郑朝辉教授今天准备做的病例的汇报。这是一个34岁的女性患者，BMI 是21。那主诉是反复上腹痛3个月，既往时就是剖宫产和2型糖尿病，那目前血糖控制良好，肿瘤标注是正常范围，术前白蛋白是42.5，术前血红蛋白是13.3克，那么术前的病理诊断是胃窦腺癌，术前分期考虑是 CT1 N0 M0，那这是病理的术前的病例，胃镜这是术前的CT，可见胃窦部的胃壁稍隆增厚。那今天你现在方式是 ICG 引导的全腹腔镜胃癌根治术三角吻合，谢谢大家。接下来跟大家汇报来自广东人民医院赣州医院李勇教授团队带来的手术病例介绍。这是一个女性52岁患者，以反复肩腹下疼痛不适2个月为主诉入院的，既往史没有特殊。那么入院的 BMI 是21.7，术前诊断也是考虑胃窦癌。那么术前血色素是10克每升，术前肿瘤标注是正常的。那么术前胃镜提示胃窦大弯靠后壁见一个2×1.2公分的溃疡，病例证实是低分化腺癌。那今天可能也是你是远端胃大部切除，到时候在术中我们也有请李勇教授进一步介绍他的手术方式。好，这是两个病例，谢谢大家。因为打的时候，这也帮我提起来。现在就正式开始3台手术直播，我们把这个话筒交给两位主持人，来自吉林大学医学院的王权教授以及我们团队的王家斌博士，感谢两位。尊敬的各位同道，我们现在直播马上开始。哎，陆俊，现在是不是应该请黄主任致个辞啊？哦。忘记了，因为我刚在等李勇教授，忘记了，忘记了。地主吧。对对，那我们不好意思，我们有请大会主席黄昌明教授做开幕致辞。那个尊敬的各位专家，还有其他话题少说了。同道，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第12届胃癌外科规范化高峰论坛暨第1届全国腹腔镜胃癌手术。但还是胃绞了，所以这个呢，胃比较坠下去。5天。然后今天一个精彩纷呈的一个手术，主要是我们
来自中韩这个中青年专家的一个高手的一个对决。然后我刚才看了两个病例，国内的两个病例都是胃窦癌的，都是做腹腔镜远端胃的切除。然后我想韩国那边可能也是选一个这个远端胃癌的一个病例，那就是说大家看一看，今天可以从他们三个专家的手术中看一下我们中国跟韩国的手术方式的不一样，还有这个可能都包括陆一些可能也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各自领会到他们的一个各自的优缺点，然后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这个手术的方式。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直播周今天进入了第五天，然后在前几天当中我这里哈，确实影响非常大，在全国这个广大的这个胃癌外科医生当中影响的非常广大，影响很强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讨论，在讨论区里头讨论也是非常热烈的，我想这应该对我们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全国内胃癌外科腹腔镜胃癌外科的发展应该还是有点促进作用。那最后预祝我们这个三个团队今天都能够圆满完成这个他们的各自的一个手术。然后同时我们要感谢这个主持人这个王权教授昨天半夜才到福州来，确实 是非常不容易，也要感谢我们的这个协和胃外科的陆军博士跟王家斌博士的今天的一个点评，同时也要感谢这个瑞奇公司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这个有交流的机会。那最后预祝本次这个手术也是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感谢黄昌明主席的精彩致辞。那我们手术正式开始，我们把这个话筒交给两位主持人，王权教授、王家斌博士，谢谢。我这个话筒开了是吧？开了。那我们现在，王先生，我们听到您的声音了。好的，我们先看一下曹辉主任吧，因为我注意到他正在江博下注射 ICG，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也是福建协和医院的一个品牌的一个现在手术方式。所以先把画面切到曹辉主任这个里面，然后请那个曹辉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个嘉宾，还是您，嘉宾，哎，您跟那个韩国的专家说一下，就是说我们手术可以开始了，因为我看他还没不敢开始，您跟他说一下。Professor Sanghoon Ahn 在等。Professor Sanghoon Ahn 他在等发令枪。曹辉你好，曹辉，哎，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个病人在江博下注射 ICD 的这个地解吧，可以吗 ？Yeah, you can start your operation now.Okay. First, you can. I'm Dr. Wang from the Fujian Union Hospital. Long time, long time. Ah, yeah, I know you. I know you. Hello. Hello. Could you introduce your case firstly? People starting my operation. We will present today's case and operation setup by our fellow Kang. Okay. And she's my translator.Okay. Oh, respirator? Okay. Yeah, okay. 流量调到最大。好。You can start. Yes. I will start the partial omentectomy. Yeah. 他汇报病例啊。要速成一个。干活。韩国的教授他还要介绍一下他的这个 case， 所以我们稍等几分钟，我看一下看一下曹辉主任。Excuse me, Professor Ahn, we cannot listen to your voice. Oh, can you hear me now? Let me check. Oh, now, okay. Now, okay. Okay. I can listen. Thank you. Yes.Okay, so once again, I'll start our case. This patient is a 75-year-old female. She doesn't have any operation history, and she had a gastric cancer diagnosed through our screening program, through our endoscopic screening program. And here you can see the cancer in the low body greater curvature of the stomach. Our EUS ultrasound says that it's probably stage T1B. And in CT scans, they didn't show any special things.So our setup, we
So Professor Ahn, he does a single port gastrectomy for early gastric cancer. He usually does it alone, so he does a solo single port gastrectomy. Yes, and we have a transumbilical incision of, well, it depends on the patient and the tumor size. So it goes about 2.5 to 4 centimeters. So this is how we do it. We put the patient in the distal position, and we have this scope holder, as you can see here. It's a passive manual scope holder. It's quite strong. It usually is effective in holding a flexible scope. So we usually do it in 3D, and today we're going to use the sound-rich energy device and stapler. And Professor Ahn, he also uses some artisanal grasper, which is, it is the manual scope holder which we just showed you. It's very convenient, it's quite small, so it doesn't occupy a lot of space. So if you use a human scope, human scopist is for a single incision, you get a lot of, you hit each other very well. So now using this manual scope holder, you have more space. And usually we use either a glove port or an easy port. So these two have ups and downs. So the glove port, you can use a small incision. The easy port, it needs a little bit more incision, but the good thing about the easy port is that you can place your tokar in. Yes. Okay, so this is the easy tokar. Okay, let's skip this one. So Professor Ahn, he also uses articulating grasper, which is called artisanal. So it mimics the robotic motion. You can do robotic motion, hand wrist movements in the laparoscopic setting. So as you can see, if you put it left, right, it goes like this, up and down, it goes like that. So this is very useful, especially in single port surgery, because single port surgery, you have a very limited field of view. So this allows you to like approach it in better areas. So that's one thing good. So this is like how we do training. You can grasp this and put it in places like this and use lots of wrist motions. So this is the good thing about this device. Professor Ahn will show you how he uses it. And today we're also gonna use our SoundRich ultrasonic shear and staplers. And okay, that's about it.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and please enjoy. Thank you very much. Yes, thank you. Now I'm performing a partial omentectomy because this patient is clinically stage one, one patient. So yes, there's one patient. Total omentectomy. So now I'm approaching to 4SV, left gastroepiploid vessel area. So this is a single port, and there is no assistance. So I always use this kind of organ retractor. Like this. 研发的就像机器人臂的一样，运用于腹腔镜手术的一个操作器械。那右手的话跟我们一样，也是用同样的使用超声刀。那他们的这个镜头，刚才有在他们的视频里有介绍，他们是固定在一个这个手术台上的，所以呢，只是台上，所以说他在可以看到韩国的教授在做手术，就他一个人在做啊。他这个韩国教授已经搞了非常久了，也在研究这方面，研究好像好几年了。现在应该年轻的成熟了。王主任，你说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韩国外科医生少吗？没有，他我到韩国开会的时候，很多专家就问他了，问他说，如果这样子做下去，你的年轻的医生怎么培养？对呀，年轻医生怎么培养呢？靠竞争。他就说他觉得病人更会乱，然后他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啊。他但是也是方法，他能不能推广以后再说。但他这种还是也有他的优势嘛，啊。就韩在韩国本身很多人向他提问，就是说你这个以后怎么培养啊？那其他医生怎么办啊？
那就是它在韩国也是属于比较小众的这样一类手术，是吗？老师，我想他一个人在做，就他往这边穿。哦，我经常到韩国去开会，好像没有看到其他人在做。头靠往这边穿。他们那个韩国首尔盆台医院也是他那个胃癌量也是在韩国可能是排目前三位的，量也是非常大。大家肿瘤，那个 King。他们只有35张床位，好像一年做了1200多。廖斌进来吧，还是很厉害的。廖斌很大，床位只有35张，那一年做1200例还是300？应该是这里，那很不错。哎，应该不用。那我们把画面转到郑朝辉主任那边吧。不用了，刚才廖斌，朝辉主任在做了那个 ICG 的注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注射的这个主要的方法。好。王权教授，哎，你好，曹辉主任，非常清楚。刚才我们注射的 ICG 现在采取的是这种手术当中由腹腔镜下浆膜下注射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我们主要是小王侧打6个点，大王侧打6个点。我们目的是显啊，小王侧3个点，大王侧3个点，目的主要是显示整个胃周淋巴结引流的一个范围。一般来说，大王侧我们就是打在胃网膜右血管的。像胃大弯的第一个分支，然后小弯侧的第一个点我们打在胃右血管像胃小弯侧的第一个分支，然后小弯侧的第二个点我们就打到胃角，第三个点我们是打在胃左像小弯侧的第二分支之间，这打3个点，然后大弯侧的呢最高的这一点我们是打在网膜左血管，网膜左血管像胃大弯的第一个分支，然后中间这一点就打在上下2个点的中点，那我们是打在浆膜下一个点，一般我们现在打1.5毫升的剂量。那就是说，无论肿瘤在哪个部位，你都要打这6个点，是吧？是的，远侧胃我们是这样打的，全胃的我们会打得更高，因为我们要清扫平门。因为远侧胃跟全胃它清扫淋巴结范围是不一样的，现在在 ICG 的模式下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目前是可以看到这5个点，还有一个点在这里，更高的这个小王侧的点。对，那过去我们看那个比较早的报告，它是在术前胃镜下，在肿瘤的4周注射，这个方法你们现在不用了。这是我们也在做，我们现在在做一个临床的随机对照，一组是黏膜下注射，一组是浆膜下注射。我们这个跟注射时间有要求吗？比如说术前，我们术前因为你胃镜下的注射，我们没办法手术，我们都是手术前一天打。啊，手术前一天。那它的浓度是不是要求会更高一些？术前一天打。浓度上倒没有特别的要求，差不多2种。因为这样真的如果。在浆膜下打的话，应该更有利于这个技术的推广，不然你每一个病人都要去找内镜医生去打黏膜下。好，谢谢。那朝辉主任，你先呢？我们把这个转到李勇主任这边，让李勇跟大家打个招呼，可以吗？准能转到赣州的人，我看李勇也开始了。这是李勇这边说。喂，李勇教授。哎，王权教授你好。那个李勇教授他因为在那边交个班，就那个、啊、院长办公会有个交班，他正在赶过来路上。好的，我是他的助手李德坚。好，那你这个肿瘤刚才看到好像它是比较大的，是吧？来，我们给大家看看肿瘤。因为当时我们经过胃镜评估呢，还有 CT 评估，感觉应该是一个比较早期的，它肿瘤应该在胃窦。哦，现在看可能浆膜从这里还是可以看到隐隐约约有所侵犯吧，应该肿瘤应该是在这位置。对对，因为感觉跟你术前报告的2公分感觉比那个要大。对对，它溃疡是报了2×1.2公分，病理是一个低分化腺癌。哦，刚才腹腔我们也都探查了，其他地方没有看到转移种植的结。那就是还是打算做一个全腔镜的远端位，是吧？对对对。好，
那您先继续，等李勇教授一会儿到的时候，你可以提醒我们一下。也请李勇教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的，好好，谢谢。Okay, let's focus on the cochlear surgery. Professor Ahn? Yes. I see you have cut the, right, the left gastric and preparatory gastric and dissected the 4SP lymph nodes. Yes. And I want to, we want to know the, how many cases you have to operate this kind of operations? Actually, I usually perform 250 cases. Last year, per year, only for gastric cancer surgery, and single port surgery, maybe around 100 cases per year. 100 cases. Okay, thanks. You're welcome. And I'm now moved to right side, and this is a organ retractor, so I can conveniently hold this organ retractor by this grasper like this, and clamp and retract thread like this. You can see that in Korea, they are doing single port surgery, they are using this grasper to lift the membrane.能够相当于是一个助手的一个重动作。刚才安教授保留网膜是吧？是他是早期 TEB 的，所以说他是不切网膜的。今天呢，刚才介绍了。这个在韩国早期胃癌，他们一般都不切网膜。都不切网膜。嗯。安教授刚才也跟我们介绍，他一年差不多有做100多个的这种单孔的这种胃癌手术。他也用了一些辅助的一些方法，你看悬吊网膜，包括左手的那个器械是可旋转的。大家可以从另外一个，就是他右下角的画面可以看到，他的手左手这个器械是有点像机器人的那个手术器械，前面的这个端头那个夹子，它是可以360度旋转的。这个就在单孔的手术中更好的去抓持啊，变换角度啊的。所以说在每次的暴露过程中，它都需要这个它这个体外的这个夹子悬吊。曹辉主任，哎，你好，王健教授，你说，问你一个请教一个问题啊，因为我看你这个术前介绍也是 T1 的肿瘤是吧？对。刚才我们看另外一个画面，韩国的教授他做的是保留大网膜，他在胃结肠血管弓下就离断了。嗯。这个手术我注意你是还是按照 D2 清扫的这个范围是吧？那你们这个 T1 的肿瘤？现在会尝试做这种保留网膜的，我们也有尝试做一部分。那今天因为是个试驾手术嘛，我们就按照标准的 D2 来做，主要是为了展示一下 ICG 显像之后的淋巴结的范围是吧？是是是，我们肺癌平展早期的也不切网膜。
可以看到已经有显影了，就刚才我看到已经显影出来了。哦，对，哦，看到了吗？完全教授已经看到这个，看到了，非常清楚。对，所以说我们这种术中的打的，对它的这种，它是很快。其实我们切完网膜，如果不切网膜的话，可能时间太短。切完网膜刚好够它引流的这个时间。那朝晖，你在术中有没有发现，在你正常的这个D2清扫的范围以外，会有一些显影淋巴结？是的，是的，也有。我们这也是我们想对想研究的一个目标。这些淋巴结到底清扫下来有没有意义？我们也想收集这部方面的数据。这也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一个方面。是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原来也在尝试用 ICG， 后来发现随着时间的延长，这个一些意想不到的部位淋巴结也会显现，特别是超出了我们原来所理解的那种引流的范围。所以说这个技术也是等于给外科医生另外开的一只眼睛嘛，哈。那我们看的更多，那也想的更多了。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朝晖教授和赣州的李勇教授的团队，他的手术顺序还是稍有区别。朝晖这边是先处理的幽门下，是我们团队都是这个顺序是吧？对，我们从来都是这个顺序。李勇那边呢，他是先处理的是网膜锁，这个要断掉。这根血管是从网膜右血管向结肠这边供血的，网膜供血的一个血管。这个应该不是真正的，不是网膜右，对，不是真正的网膜右。对对对，要把它切断之后，如果不断掉它，我们进不了那个间隙。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韩国的教授，他是单孔哦，在叫单孔手术啊，他主要就是自己提、自己切、自己提、自己切。那这个他的张力，而且他还只是一个人做，所以说他的张力肯定没有，就是我们两个人主刀跟助手一起配合做他的张力要来得好。但是他今天走的层面还是挺好的。嘉宾，你觉不觉得一个人做手术会不会很寂寞？是啊。朝晖，你觉得呢？连那个聊天的人都没有。对对对，你没有看到另外一个画面，那位韩国教授非常孤独的一个人坐在那里。他刚才不是有个女医生在台下陪他聊天吗？等他做的时候人家都走了。他们用的也是绿旗的超声刀吗？嗯，是，应该是。这个是我们大家关注点都在他这个左手的这把钳子上，我估计。一个新鲜的器械。这个钳子是韩国的公司的吗？他这个是他们好像是韩国他们研发的，那这个我那时候有去夜夜的时候，他们专门拿有这个展台在展示这个腔镜器械，但是他的前面的头跟机器人也一样。对对对，我是大约2017年好像去美国开那 ACS 会上，我看有一个展台，但是我忘了是韩国的，是他们是还是他们国家研发的，是韩国的，确实不错。我看朝晖主任，这个是刚才处理完之后，这个是网膜釉是吧？对，这个是真正的网膜釉。对对对。我们在移舌长上前静脉的一个远心端离断它。朝晖，你有尝试过单孔吗？我都没做过单筒，因为我们医院没有这种设备，没有这种抽卡，我还目前还没尝试过，也有想尝试一下。你做过吗？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有设备，但是我从来没尝试过。我觉得一个人做手术非常无聊。我也介绍一下今天的我们手术团队嘛，我的助手是我们的谢建伟副主任医师。
然后我们的福晋手是我们黄泽林总住院医师。查一下 ，Professor，Professor，Yes， 啊 ，You must you prepare to dissect number six lymph node dissect yes, section、right. yes， 这个淋巴结很明显啊，换一下模式来 ，number six area， 切换一下，啊 ，You operate the new operation just by yourself， yes， so we call solo surgery， yes， there is no assistant。Yeah, only me. We think this is a little complex. I don't think so, but if you see this operation first time, you can think so. It's a little bit lonely operation. 下步给我一块。小的，里面有一块大的纱布，是吧？头盔完全。哎哎，你好，李远教授，你的院长太忙了。没有，我们这个星期五早上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会。嗯，完全。李勇院长，你好。我觉得你去了赣州之后怎么比在广东还忙了，一年也见不到你。你不知道啊，这个叫法人是被罚的人。是吗？太惨了，是不是他们，那你是被发配到那儿了？对，你怎么知道？李勇教授你好，我是陆俊。你好，你好，陆俊。哎，刚才您不在，我们那个每位主刀有做一个开场致辞，那个您先来了，能不能补做一个呀？因为全国同道都想听听你的声音。哦，不好意思，这个大家也知道，今年是这个一个特殊的一个时期，然后我是1月6号到江西赣州，也是我的老家来支援，然后一上任就碰到大考。然后考了一个80分吧。来，好，你看我的助手多好，他把血管分出来就不砸，就等我来。等你来段子啊，剪彩一下是吧？对，我介绍一下我的团队，这个我的助手是李泽坚大夫，李泽坚是我从广州一起工作的同事，一块到赣州来的。然后我们的福晋手是温国辉是吧？张国辉，张国辉大夫。那个韩国能听到咱们的声音吗？能听到。可以可以，可以，你直接跟他说话。Hi Professor Ahn。Morning。在专注于自己单人单孔手术。Brother, can you hear me?总算有人陪他聊天了，你赶紧。他已经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李勇教授，我刚才你在来之前看你们赣州市立医院那个手术室的画面，好像也很不错，是新的建筑吗？对，今天我要隆重推出我们的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国产 4K。国产 4K 这个我感觉还是蛮好的，在我们这里已经推在这里用了。3个月了吧，然后他是叫是苏州的品牌，叫苏州星光维。哎呦，现在品牌很多。我为什么推荐大家用 4K 呢？因为我觉得还是可以减少这个视觉疲劳的，因为它的放大倍数大，如果你的缝合多，就跟 3D 是一样的道理，我觉得还是可以减轻一些视觉疲劳。那你现在用的是 4K?对，我刚才看了一下画面，好像我们的是最清楚的，因为刚才在外面的时候看了，也觉得你的手术室装备的不错。好，来，对，好，翻过来，从大完成。那你这个 4K 的镜子是像欧尼巴斯那样很大的那个屏幕吗？对，五十多，55寸。
然后我们也在讲嘛，现在不是咱们都讲这个，从政治上讲叫内循环嘛。中国支持国货是吗？中国好医生，希望有中国好东西。如果生意还不错哈，今天我们是瑞奇的专场啊，瑞奇的这个超声刀，瑞奇的待会用瑞奇的器械，我觉得确实也是能保证我们的手术的安全，也是内循环嘛，是吧？对，曹辉，你不是说今天瑞奇专场吗？不是你安排的吗？对啊。王权教授，你看这个一线上缘这个 ICG 显影也是非常漂亮哈，非常清楚，非常清楚，非常清楚哈。你看我们这种疏通浆膜下打的也是不错吧，对对对，是吧？效果非常好，而且也没有扩散到更远的你不该显示的地方去。对对对，这个非常好效果。王权，大家可以看到郑朝辉教授的这个 ICG 注射的这种方法。确实对一线上区包括刚才的六组幽门下区的淋巴结显示的都非常的清楚啊，而且朝辉我看你现在是在荧光模式下可以做手术是吧？是，这个是 STOS 的镜子，这是 STOS 的第二代的荧光，它呈现的是这种叫水晶紫的颜色。对对对，而且它比较，我觉得比较好的是还可以在荧光模式下，对，不用像过去要切换显示的时候，对，需要切换那种。对，是刚才是不用定位是吧？看得到。李勇教授，我还差、哎、黄大哥。哎，你好你好，很久不见 ，Long time no see。非常感谢你今天来这个在我们。没有，谢谢黄大哥给我这个机会。这个手术也是啊。我们在这里都在看你精彩的手术演示啊！谢谢黄大哥。嗯，向你们团队致敬，向你们团队学习。要向你学习。郑朝辉教授，哎，你也介绍一下那个今天的这个护理团队跟麻醉团队吧，这个对我们也非常重要。啊、哦。今天我们的麻醉师是我们的黄启健主任，我们护理团队台下的护士是我们彩青护士，台上是我们温婷护士，都是跟我们长期搭配的，非常业务水平非常高的一个团队。对，感谢整个全体的手术团队。对对对，非常感谢。这个别着急，别着急，慢慢的。我们的团队是在赣州新组建的团队，所以还要一点点时间磨合。用你去赣州就带了吕大夫一个人吗？啊，对。那你现在还回到那个人民医院吗？嗯。偶尔会回去吗？工作？对。两边跑吧。啊。欢迎兄弟们来这个江西来支援支持啊。好啊，对，这个大水，大颜色，哎，对。今天我们用的还是，因为我来了之后我把这个医院用那个 5G 覆盖了，所以我们现在是用我们自己的 5G 来转播的。这一点。对。Hey, Professor Ahn?Yes. Yes, I found you have exposed the right gastric amplifier artery. Yes, pardon? Yes. Yes. And, we want to know questions. As I know, in Korea, in your country, most of cases is early cancer. So, how to choose the ESD, the endoscopy treatment or laparoscopy treatment for the patients? That is a little bit complicated. Complicated. That depends on the patient where to go first. If the patient go to
internal medicine, they are likely to have an endoscopic cervical resection. In case of expanded criteria, I mean, and if the patient come to department of surgery, the patient maybe likely to 来个中国差不多. Yes, operation. But in absolute indication, all the patient get an endoscopic stomach resection. Okay. How about China? 来那个床, how about Chinese situation? 整个床稍微高一点。 I think it's a little similar in our country. Yes. 工程师就是 利用院长想跟安教授打个招呼，他们能听得到吗？ Professor Ahn? Yes. 有听得到。 Yes, I can hear you. Please remember me, Dr. Li, Yong Li. From Guangzhou. Yes. Your voice is too low. Pardon? Thank you. I'm Dr. Li from Guangzhou. I cannot hear you. Can you hear me? Morning. 他工程师他声音太小了，对方。我的声音太小了吗？对，他那边有点低。不，你的声音不小，可能是他那边会小。对，他那边的声音小。他一个人在 solo 是吧？对，特别的孤独，你没有看到。来擦一下镜子。李勇教授身边是不是美女环绕啊？ Yes. Of course. 没有曹辉多，你现在有专职秘书了，院长配秘书，男秘书，我们可以注意一下曹辉，他这个 IC 的荧光显像效果真的非常好，因为我注意他在。 沿着脾血管、脾动脉、脾静脉显示的非常清楚，然后有荧光显像的部位完全的清扫掉。完全啊！哎，我觉得最羡慕曹辉，主要是他们那里有个专职的打这个 ICG 打得非常好的那种。不，今天他自己打的。嘿嘿嘿。哦，他自己打的。你太迟来了，我自己打的。你是浆膜吗？对，我浆膜下打，现在效果。那我跟我的观点一样，我经常是不求人。对啊，我们外科医生。 也挺累的，如果真的都叫内科医生打哈。对对对，今天他自己打。那他是选择了六个点，所以我同意你这个观点。其实浆膜我们是可以掌握这个手感的。是，李勇，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你是结肠也降不下注射是吧？对，但是当时很多人反对我。那是不是难度更高？因为结肠壁很薄吗？相对来说吧，更薄的。曹辉，你是用那个头皮针是吧？是我用头皮针。来来来。 我没事，稍微动作快一点，轻轻的，柔和一点，给他看，好，准备擦镜子啊，有热水吧？好，来擦下镜子。 陶威，你是打大弯、小弯各三个点，还是肿瘤周围？没错，大弯、小弯各三个点。那个，我们在做一个临床研究，在对比这种浆膜下跟黏膜下两种最终出现的显影的淋巴结清扫的个数这些，特异性敏感性，我们在做在入组这样一个研究。对。 那黏膜下注射也是这六个点吗？还是在肿瘤周边？黏膜下我们是肿瘤周围注射，我们就想对比肿瘤周围注射跟我们这种六个点的注射最终会出现什么样一个结果？对对对，因为比较早的日本人的那个文献，我看它都是在肿瘤周边注射。对，其实肿瘤周边注射更有利于显示那种前哨淋巴结。前哨，对对对，嗯。
你这个就是可能说显示的是胃周的全部的这个淋巴管道的个系统，是可能跟肿瘤没有直接的关系，是吧？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就是清扫，我们规范的要清扫范围的这个淋巴结，这个范围，嗯，对，清扫这个 D2 的一个范围。那朝辉，你们会尝试早期胃癌做这种荧光显像的前哨的这个切除吗？前哨淋巴结？这个目前我们还没开始做这一块，因为我们确实那么早期的病人太少了。少，对对对。对，我们先要做的研究应该针对于更多能够受益的病人，是吧？对，因为我们中国确实早期病人太少了。确实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总是说日本和韩国的目前的治疗现状，但实际上跟我们中国的现状还是差距非常非常大。曾经把我们近十年的胃癌的每年的这个数据统计下，其实早癌的比例虽然有升高，但是还是基本在20%到25%之间嘛，是啊，没有变化的。20%经过了十年的发展，它也没有像想象的说特别的发展特别的多。哦，这里还有，没有了，把它网膜翻到胃上面去。那我们裸化胃小弯是从后面断完胃浊就直接裸化一三组的淋巴结，这样子助手他牵拉的位置可以不要变，还是牵拉的位移皱壁就行。这些也是我们团队清扫的一个特色。对，也是协和胃外科的非常经典的手术入路和方式。嗯，是。而且朝辉，我看你的团队包括你和黄主任一起做的时候，包括你在下面更年轻的教授在手术的时候，这个风格基本都是一致的，是吧？一模一样的一个 style， 比较容易复制。嗯，我们就是可以复制。对对对，而且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一个个标准化的零件一样的，随时可以组合起一台高效率的手术机器。对，所以刚才在刚开始的时候，黄主任介绍说，像韩国那位教授，他可能一个人的这个个人手术能力非常强，但是他下面的年轻医生或者他的助手可能参与的机会就更少了，以后他没有机会锻炼。对对对，这个岸教授我可能十年前就认识他，他那时候就开始这个吗？就开始研究这个了，是吗？是小帅哥，把它都翻到老外。对，好，轻一点。OK， 好。好，镜子不要歪，又开始。那朝辉，你这个病灶原发灶我看也非常小，那你术中怎么去确定近端的切缘呢？嗯，如果是胃窦的这种肿瘤，我们近端切缘，我们都会切到胃角上方。就是我刚才讲的胃浊的第二个分支以下，基本就在这个位置，就是术中不再做另外的定位了，是吗？对对，如果我有怀疑的才会叫术中胃镜来定位。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切下来的标本要先取出来，啊，取出来明确一下切缘，我们再做吻合，再做吻合，这样子是比较保险。朝辉，你今天是准备做三角吻合是吧？是的。哎，这里为什么？嘉宾，你把画面转到那个韩国的教授，你再跟他聊一会儿。我感觉他一个人特别的无聊。哎，拉了可能哈，没切到这里啊，这里的。Yeah, Professor Ahn。可能这个钳子的末端了，来，纱布给我一块，没事。Yeah, Professor Ahn。Yes. Yes. Yeah, you. I see you are dissect number six. Yes. Noodles. Yes. Right.There you perform the distal gastrectomy, and which is the necessary you choose. 进来。Doctor, using the data. 再加给我一个。Doctor. What? You mean indication for distal gastrectomy? 他怎么老听不到我说了？你退一点点，你左手的前的末端顶到那个血管了，知道吗？所以出血了。Doctor. Yes.Can you hear me? I'm Dr. Lee. I cannot hear you.
How about you? Do you feel lonely? yes, I feel lonely. I have a clinical fellow before, but she also leave me now. 李勇，你要是看到他那个画面，你就能强烈的体会到那种感觉。Strong nurse here. 只有一个人。I see you are very lonely. But she doesn't say anything. Please talk. Say something. And this is a right gastroepiploic artery. Yeah, I see. Yeah. And which kind of anastomosis you choose today for this case? Reconstruction, you mean? Yes, reconstruction. Reconstruction. Maybe I will perform below two, gastrojejunostomy only. Yes, because she is 75 years old female. 济南. Okay. Yes. 还是很多的. 이게 사운드리치가 지금 안 되는 것 같은데 되는 거예요 지금? 돼요? 哎，李勇教授。哎，你在赣州，你尝试过单孔手术吗？这里没有，这里因为这个还没有那个东西。那个韩国教授今天他比较有意思，他单人单孔，然后他左手用了一把他们那个特殊的那个器械，有点像达芬奇。我觉得本来今天应该要安排晏素跟他好好的。对对对，我刚才想应该让晏素跟他一起做一个可能。他们俩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对。他，我跟你讲，我最早跟晏素一起去韩国，就晏素就跟他沟通很多。晏素那个时候还没怎么做，回来就一门心思就搞这个东西。对对对，因为我看最近晏素也单人单孔。然后用一个手臂把那个镜子固定在手。对，因为他们有很多的一些小技巧要去悬吊啊，要去。对对对。咱们都是不喜欢 lonely， 不喜欢孤单的人。因为你没看到，我们看到那个韩国教授的画面，就是他在腹腔内还要用类似血管夹那样的装置悬吊。插把狗是吧？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悬吊。像插把狗一样的。对。然后左手的器械呢是那种可以旋转的。那像机器人那样的器械臂的，对对对，像机械手臂的那一个，那个双极的那个，那个是以色列一个公司做的，是对，我记得他是以色列，不过刚才他们说是韩国的，韩国的，可能也有仿造的，可能，嗯，我当时记得也是以色列的，我去参加 EAS 的时候有看到，对对对，我记得是套在手臂上的那种东西，对，变得很灵活，手上就像一个环一样套在手上，对，嗯。你看它这个钳子的旋转就跟机械，就跟那个达芬奇一样一样。来，左手再夹低一点。哎，慢点。超声刀，不要去夹肿瘤，夹高一点，夹多一点。后面好像还有一块纱布给我拿出来，来。现在我们一三组也裸化完了哈，曹辉，你别做这么快啊！没有，我慢慢做啦。对，可以。Wait me。慢慢做，嗯。好，现在我们做幽门上。摆平，把胰腺摆平。曹辉。可以啊。来，纱布给我一块小的。哎，这里有个出血点，淋巴结上的。来，泰佳给我一个。这种淋巴结上小的出血点，这时候超声刀不好指，泰佳加一下更好。好。OK， 好，来，好，这是遗体，这是遗头，这个地方就是十四 B 的地方。稍微远一点，对。啊，李勇教授，你是要把十四微这个 head scan 都要把它显露出来吗？我看一下吧，如果没有，因为我们这个肿瘤也不算很晚。嗯。如果没有淋巴结，我就这个位置我主要是想显示什么，
我们通常暴露十四 V 必须在胰腺的下缘这里切多几刀，这样就马上露出十四 V 来了，是吧？完全。对对对，好吧。但是我们不一定一定要非把这个十四 V 仙人洞一样给露出来，如果没有淋巴结就不去搞它了。这个声音都是锐。那李勇教授，你今天这个打算做一个什么吻合？可能做三角吻合不太合适了，是吧？对对对对，肿瘤比较大。我比较习惯做这个 B 二式吻合。嗯，你最近安卡的 low y 还做吗？找不到那个枪就不做了。哦 ，low y 的那个哈？啊。对。Yeah, Professor.Yes. This is the inferior pylori artery? Yes, maybe. Maybe. Yes. But it's more bigger than main right gastroepiploic vessels. So, yes. 王全啊。哎，你好。韩国那边的病例是什么病例啊？他是在胃窦部，75岁男性胃窦部的，应该是个 T1N0。然后呢，他做了一个保留大网膜，这样。但是他的特点就是他真的单人单孔，他做的第一家吧，是吧？第一家，对。他现在只处理到幽，先处理到幽门下。哦。他网膜右动脉离断了，他基本是这样。他确实不像我们有助手的时候，这个悬吊和张力掌握的比较好。这是胃右血管啊。王全，你是觉得我们的画面还是比较清楚的吧？很清楚。4K 肯定哈。嗯。所以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看看试一下这个中国的品牌。嗯。星光维是吗？对。哎，他这个不带 3D 的吗？可以带 3D。我看昨天谁发了一个消息，是星光维 3D 4K， 它是可以自由切换的。是。韩国他们用了 Habago， 也是主悬吊是主的这种悬吊是用 Habago， 但是局部的张力还是靠他的左手来拉起来哈，王全教授。所以感觉就是他福建手是没有的是吧？没有的，他们固定在好手术台上的，然后要换的时候范教授再给他移动一下。这里先给我拧。之前我们尝试过，他那是日本岛科的，应该是一个像蛇形臂气泵装置，踩一下然后固定在那儿，也固定的很好，然后在移动的时候也非常方便。以前有一种机械臂服镜子，它可以跟踪你超声刀的，那个是以色列的，那个是以色列的，对，可以跟踪你超声刀的那种。嗯，但是那个技术可能是被封杀了，我怀疑，一直没有在国内用。但是它，我觉得这种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它镜头粘了，很不方便拿下来擦呀。跟踪什么固定，我觉得都没问题，但是问题镜头粘了怎么办啊？镜头上面应该再加一个冲洗装置。对啊。给洗一下，难免有的时候镜头会粘嘛，是吧？对对对，肯定的。Professor Ahn, yes. After you dissect number six lymph node, yes. what your next step? I'm now moved to number five, supraduodenal area. I will cut the supraduodenal vessels, and then I will.Transect the duodenum. This is our routine procedure. Okay. So I hold the number five lymph node lesion by, you can see, yes, intra-abdominal organ detractor like this, and my left hand, this is, this,
this device has an articulation function, so I can perfectly compress the duodenum like this. It's, okay. Plain compression, not point compression. This is very important. 他们韩国就做完第六组。Doctor, how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device? Yes. You think this is quite useful? Amazing. Yeah, it's like robot surgery in tumor. Yes. It's like a robot. Same freedom of degree. 韩国教授他说他做完第六组就准备做第五组，把五组这个地方做完以后的话，打个窗口，然后将十二指肠切断，离断完再去可能再去做后面的胰腺疝原。嘉宾，你看他这个做法跟朝晖正好是有一个就是对照，因为我们做的是有助手的时候可以把十二指肠全掉。 然后呢，再后入路就可以游离这个第五组，但是他单人单孔，他只能把胃放下，然后从前臂去过去，有点像我们做开放手术那样。嗯，然后他要一段十二长，再有点像开放手术的路路哈。对对对，教授。对我们现在很多人，我现在我也习惯这样做，就是我要那个在十二长周围处理完之后，把十二长离断，然后呢再处理，肝肾带和那个。 第五组的淋巴结，这样的话就减少这个助手的这个他的压力。对对，助手的依赖没有那么大。对对对，如果助手弱，你就断十二指肠。对对对，就是这样。这是我们很多人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我们团队的助手都很强。是，按照一个主刀的模式，按照一个标准一个模式培养出来的。对，我们全部培养的都是功能型助手。 <笑>你们是进攻型助手，这样朝晖这样竖着会不会有压力啊？不会啊，<笑>我们这种助手转换成主刀就非常快了，非常容易转换成主刀。但我们看到 GDA 就可以了啊，来，对，加低一点，把那个。 曹辉，你是叫进攻型助手的天下第一柱。嗯。好，那我们断十二指肠啊。对。所以像曹辉离断十二长的时候，其实已经把第五组、第六组和肝肾带都已经处理完了。离断。是。你这个离断十二长都是选择白丁吗？ 对我们，如果除非碰到有些十二指肠它是有疤痕的那种十二指肠，我会用蓝钉，一般都是用白钉来离断。因为你松一点，松一点，哎。这个朝晖在比较早的那个三角吻合介绍的时候，离断十二长的时候还要注意十二长的这个旋转，是吧？这个你现在做会注意这个啊？现在还是一样的。 是有这个动作是吧？还是要这个旋转，因为不旋转你等一下吻合的时候会有困难。对对对对对。像我还是在旋时针旋转的90度。90度，嗯，这个是三角吻合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对。这个是胰腺的舌状叶，不要把它误当成这个淋巴结。Yeah. 他可能一会儿他还会看一下那个切缘吧？对，我会要把胃拿出来。嗯，切下的胃我们肯定会拿出来，体外再确认一下切缘。那确认需要做冰冻吗？还是只是肉眼观察？一般肉眼观察就够了。如果你有怀疑的话，再做冰冻。那如果要做冰冻的，那就是靠比较近的，那个你就。 我觉得你还是改个舒适吧，不要去等它了哈。对。我们现在是做12A 这一组，断掉十二长来做。这时候暴露会比较好，比较更有利于暴露门静脉。
要歪了转过来，哎，对，有身体前过。Yeah, Professor Ahn. Yes. Some people ask you some questions. Then he want to know how many the single port operation is normal in Korea, and what percent of the doctor to perform this kind of operation in your country? Please say one more time. I'm sorry. I mean some the people want to know in our country which the single port yes. Operation in your country is normal, and what percent of this kind of operation in your country?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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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ited surgeon perform single port surgery. Maybe 7 surgeon. And now, even in Korea, very limited. In Japan, only Dr. Omori wow. only perform a single port surgery. 太假给我. Yes, many single port surgeon convert to reduced port surgeon. So, yes. Pure single port surgeon, I think Dr. Omori and me and another 5 or 6 Korean surgeon. That's all. Very, very limited. Yes. You perform very good, very perfect surgery today. Thank you. Here you have your 下静脉动脉. So you can see the duodenum. Okay, you will cut the duodenum up. Yes. Ah, you too. 太家得给我一个，那个松掉了。赣州手术是那个李勇教授的声音能不能调大一点点？因为我在线上的平台听，好像李勇教授那边声音偏小。嗯，现在可以吗？他两个手术都没问题。现在可以吗？还是有点偏小，李勇教授。现在可以吗？现在好一点，稍微好一点。对，是话筒离你太远了，刚才是比较小声。不会，我中气没有完全足。你那个耳麦需要调节一下。其实你注意了，声音还是很清楚。因为我听的是手术室播放你们的，所以我就听得很清楚。但是我的声音传出去是什么效果，我听不到。现在好一点了，勇哥。现在好一点，勇哥。陆俊，是你吗？是我，勇哥，是我啊。啊，你要挑逗一下那个韩国的做 solo 的。没有挑逗，人家一个人，哎呀，不忍心打扰。他应该戴个耳机。再给我，给我放。对，因为他每次跟我们听我们的声音都要停下来，侧过头来，我都很不忍心。其实刚才那个谁提的问题，我觉得韩国可能七个人都没有，他说有七个人。我是嘉宾，做单孔人都数得出来。嗯，勇哥跟那个安教授的是那个嘉宾在跟他沟通，王嘉宾。啊，嗯，可能都没有五个人是吧？您说，没有七个人是吧？七个人，我觉得没有。他自己说七个，他可能是包括中国还有晏素。全世界不超过十个人。那我们今天请他来做手术也是很有意思的哈、哦。对。这种断完十二指肠，我们更有利于暴露门静脉。是的。好，这个我们已经把，而且我们已经把十二指肠的下壁已经裸化完了啊。非常清楚，看得非常清楚。好，这个已经把后方的淋巴点拎起来了，来指着给我一个。做七八九了，这一下这个大视野。这个淋巴结断端，我们会上个 hemolock， 怕术后小的淋巴漏。来，给我一个信息。我还没接啊。不就那个吗？阿辉，我注意你们团队在这个位置。就是都是要上一个这个夹子。是的，是的。
是吧？不然有些病人我也是，是吗？就是不管他看没看到淋巴管，一定要加上。对，他肯定有小的淋巴管，因为这个地方你想非常完整的把一个淋巴结取下来，基本是不可能，不太，因为它会延伸到腹膜后去。对对对，再给个强心砂。但是这个你现在是荧光模式吗？不是，这个是荧光模式。确实这个淋巴结还是显像也非常清楚。好，进来，把胰腺摆平，光圈稍微往右手倒一点点。近一点，可以看到这门静脉啊，暴露的很好了，很清楚。后方也没有，我们看一下胰腺上缘，目前也没有。摆在视野的中央，进来，光圈往右手倒一点点。不要歪，歪了，歪了，歪了。好、哦。我们是，对，绕过这个一线，最后一座是 SB。太近了，第三组给大家看。你跟李勇教授的顺序相反。相反，没错。这个是第三组裸化的情况，退一点点，退一点点啊。这个就是我讲的胃左的第一只，这是第一只，这是第二只。这个段等一下给大家加一下。那我们等一下断胃就断到这个位置就足够了，既然保证。一个充足的切缘也能保证一个不合口的一个张力，这个是非常空中的一个间隙啊，找到这个间隙就能把十一品好好的做一个清除，然后一定要记得用这个纱布压住胰腺，而不是直接去压。我是这样一个屏幕情况啊，又有点歪，更歪了，对，嗯。头给我抬高。好，来。王全。哎，你好。就是胃后啊，我们就到这可以吧？清楚，很清楚，非常标准的手术范围。谢谢。就是胃后显露了之后，就不再往里面去再多处理了。嗯。不过李勇，我觉得你今天你这个胃好像很大，可能是不是刚才他们做了胃镜？好，这是右侧膈肌角。This is the right gastric artery. Yes, this one right gastric artery, gastroduodenal and proper hepatic. Yes. Right. You dissect number 5 and maybe. Yes. Some 12A. Yes. This is a right gastric artery and number 8 area. There is a minute bleeding from, we call this vein Dr. Sano, Sano's vein. Sano's vein, yeah. Yes. He named it. Across the common hepatic artery, there is a small vein, Dr. Sano. Yes. Sano's vein. Yeah, Sano's vein. 有三楼静脉啊。Yes. 就是在那个奔驰甲的那个地方。嗯。哦、oh, ，就是那个容易出血的那个静脉是吧？是。往往有小血管出来。是。就是一上三角了。嗯。好，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上面去啊，这样就够了。顺势把这个一三组从后壁进行一个清扫。We see it, Professor Ahn, the liver metal tumor is very interesting. Yes. And the tumor is very, very fast, like robot surgery, the arm. Could you introduce us some of this? What? I mean, could you introduce some, maybe the function? This one? Yes, this one. This one is, the product name is Artisensure. It's a Korean product, Korean venture.
device company developed it, and now available in Korea and also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nd Australia. And it has a articulation function, the shape, and the tool shape is almost same as Da Vinci system. So yes, that's... it can articulating almost more than 90 degree like this. This is very intuitive. Like this. So it has a 7 degree of freedom. And because this device is manipulated by my hand, so I can feel the touch. I have a tactile sense. That is a very different point from the Da Vinci. Da Vinci has no tactile sense. Sometimes that make us dangerous complication. But I can feel the this lymph node. This is different texture. I can feel using this kind of instrument. Do you feel the tension? Yes, right. So I can feel the lymph node, and I can feel the fat tissue. This is different. Tension is also different. Yes. 就是说，它这个跟达芬奇跟重要的就是区别，它就是可以感觉到张力呀。 这个人的这个皮动脉是，他因为他这个机械，他戴在手上，他不像那个达芬奇的机械臂，是吧？可以看不到皮动脉。他没有展示他右手有没有另外的一个器械，比如像达芬奇的这个操作，像那个电钩或者电剪那种，也是可以旋转的那种，他有另外一个。左手要把这个尽量拉直。好像没有，是吧？没看得用。来，重新抓过一下。不要镜子不要，哎，镜子不要离开，我们坐哪里？ Professor, yes. How many cases you use this kind of use this? I started using this device maybe around 3 years ago. Maybe 3 years ago. Yeah, 3 years ago. First time maybe in the wall. 哎，拉锤子，拉低点。 Maybe I did more than 10,000. 10,000 laparoscopic surgery, including every kind of laparoscopic surgery, small bowel resection, wedge resection, hernia operation. 不是，你要个卷发把胃封上去。Sometimes right hemicolectomy. Sometimes liver resection. 淋巴管应该这么粗。I use this device all the time. 啊 ？Right. 不是，你镜子要把这个摆中间，小明。不会，他这个显像的都是淋巴管。不是，你先把左手，来，我给你拉着了。这根是个淋巴管。拉低一点。这是移位，把胃兜上去。啊。不是，他刚才还是没有。对，移位翘的非常高啊。 刚才高一点点，以为这是个淋巴结，没想到它是个淋巴管垂下来。淋巴管，这是个淋巴结，反正。对对，靠，就是这样倒在上面就行了。好，可以。这是个淋巴结，不要靠两个手，靠两个手就浪费了。曹辉，你们这个团队的这个真的是招牌动作，完全。<笑> 完全一致啊！对对对对对，就是健伟主任跟我配合，跟我跟黄天文主任配合是一样一样的。对对对对，我们都是一个盾心，一个锐心，一个盾心，一个锐心，交替。对对对，先把这个抓的位置要把胃兜上去。对，先用左手固定这个位体，然后右手来帮助。你看，这只就是往皮下的去的血管。对，我们一定要保护下来，不然皮下的就黑了。 然后真正这个往上的才是网膜左，对，网膜左血管的一个根部。对对，你也骂李志坚张力差，都知道他张力差。
哎，王全教授，好像他，我现在看到他这个右手也改为是用那个装置了，对吧？对对对，你看，我刚才因为他左手有这个特点，右手一定会有一把。动脉一直看不到啊，藏得很深。他这个就是像达芬奇的那个机械手臂一样的。对。因为刚才你看他用超声刀在处理胰腺上去的时候，超声刀不能旋转，所以实际上制约了他这个角度。他现在换成了这个，嗯，他有可能算是一个双极。双极，对吧？你是不是觉得这里分离又拉的不如你了？你是不是觉得这李泽坚还拉的不如你？用这个他应该比超声刀更安全。这条静脉都是趴着的。啊？哎，对对，光线可以转回来了。你这个时候不要歪。嘉宾，你看他这个臂不要歪，臂单孔手术，臂不要歪。我们在平常的就是。腹腔镜手术上其实也可以借鉴它这个器械，嗯，非常方便。有些东西是相通的哈、哦。对对对，他用这种机械臂，你没看到就是韩国那个教授，他除了左手那把钳的，右手又换了一个双极，也是老钻臂，前面是可以旋转的，像达芬奇。哎，你不要看眼睛，看我可以看得到，我可以看得到，在里面、你可以看到啊。对，像是怎么样？我手术间里有一个屏幕，可以看到三台手术。因为你这个手术已经做得非常快了，你可以适当的欣赏一下韩国的教授和李勇教授的。他那个从屏幕上看非常像机器人手术，特别像机器人手术，特别像机器人手术。嗯，因为机器人基本就是一个人做嘛，是吧？对。他这种像机器人臂的这种这个手术器械能减少像这种单孔这样子相互像筷子效应，减少这种筷子效应，它的整个手术视野感觉变得比以前更宽了。是，没有好的工具，光圈尽量的这样的手术压低一下进来，对，你不要被胰腺挡住。那你要是推广到国内来，又牵涉到这个臂要多少钱的问题，那个应该不会很贵的。那个是重复使用的吗？还是一次用的？问一下他吧，嘉宾。啊、哦，这个可能每个国情还不一样哈、哦。你问问他是重复使用的还是就是一次性？好。看看上面还剩几只，应该都没动它哈。哦来，纱布给我一块大的，我看不太清楚。那个脚垫，嗯，这个没有，我踩到了，这样拉起来就。Yeah, Professor Ahn. 没问题了，我要看一下那个。有两个口了。气管，我要断它。And we want to some lot of surgery want to is very focus on your multiple movements, so I can hear you. And we want to know.He just only used in only once operation、啊、这个如果按照膜解剖理论这一层膜 yes, this device is a single use、啊、single use yeah, single use how much did in your country in US dollar 600 $600 $600 but our government reimburse 50% 相当于这个目的但朝晖这个虽然说是600美金，但是在韩国的价钱，那中国一般乘一倍嘛，他们的器械价格差不多是我们的二分一嘛。对对对，还得要翻一倍。有些有几个？7000多块钱，跟超声刀比超声刀还要贵。我一般来说，肠胃的血管会给他剩3支，胃短血管。对，你看这里有剩下3支血管，既能保证它的血供，又能保证我们吻合的时候没有张力。张力问题，对。老司机，好，老司机，老司机在吹牛逼。那个给个中号的，还没。然后我们现在裸化大王。好，这个后面这里要保证干净的啊。好，来。再装一个。
哎，李勇教授。哎，你是自始至终都是这种手术的入路和顺序吗？应该有几年都是这样了。这个也是，这个也是向曹辉、昌明教授他们团队学习的。尽量稳定是吧？对。你有没有尝试先离断十二指肠，然后后处理胰腺上区这个位置？我觉得这个让那个十二指肠在的时候有个帐篷还挺好的。但是这里最主要，我觉得如果从膜解剖理论来说，这一层后面的这个膜，这个胃左的左边的这层膜还是比较容易保证完整的，但是胃左的右边到这里，我觉得就有点困难了。它会受这个血管的阻挡是吧？它好像那个胃左的左边和胃右的这个所谓的胃细膜、太低了是吧？实际上是很难保证很完整的。我看这个很粗。因为这里实际上就像一个拱门一样的标志，对，这面是 V 字形，它的右面是 U 形，所以这个 U 形可能处理起来更不容易。好，这个胃左静脉我们可以迟点断。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准备来离断十二指肠，就剩下这两只了吧，后面没有血管了。好，导致这个后面看看能力这个，这好鸟好几只呢。哎，对了，用白钉吧，60白钉。Professor Ahn, do you want to explore the portal vein? Yes, because there is enlarged lymph node, so I wanted to remove this lymph node. So okay. Now I approach to, yes, portal vein area.This is a little bit deeper part of our 标本带准备啊。Yes, body cavity, but after use this device like this, I can dissect here a little bit comfortably. It's a little bit easy because this device make a space like this. 试一下，那是撑开来切进去。他这个人三根血管很集中。这边总共也才断了两只，你看，网膜左一只，一只胃短，没了。啊？那曹辉，你看，王权，你看一下，他这个十一，这个是什么？十一 D 的淋巴结，对，你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你要把它清扫掉吗？那我们不就不清扫了，因为这我们还是捐选 D2 清扫的一个范围。对，这个就是刚才怎么说的，就是它在你的手术范围以外的淋巴结也会显像。那如果做全位我就要清扫它，所以说我们这样的方法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胃中淋巴结的，包括我们所讲的这个入范围内的都可以显影出来，很容易。对对对，那我准备断胃。这个没有断断，它没有断断，看到没有？它是这样上去的哈，这没有血管。来，体位帮我摆平。听到的都是绿旗超声刀的声音，很有特征性。那就是李勇教授那边的声音。嗯，嘟嘟嘟。李教授在处理五组淋巴结的五组的时候跟你不太一样，他把胃放下。哦、哎呀，我这现在是没空看，等一下手术后我再看一个回放。对对对对对，这样最好了，可以互相学习。那我看一下我们这样离断的标志，一般对于这种胃窦的肿瘤哈，这是胃角嘛，它肯定是不会超过胃角的范畴了。如果有侵略胃角的病人，我们就要最好用超声内镜，用内镜来定位一下它上缘在哪里。那我们这里只要切到这个位置，胃角以上就可以了。如果是侵略胃角的，有时候我们会切到一二指之间。哦，
好，蓝丁来。但段位我们是用蓝丁、哎。右手往这里啊，摆好姿势啊。好，来枪。对，好。这时候要保证就是大弯侧一定要跟那个切割的钉要垂直。哦，缺口往后拉一下，缺口往后拉一下。胃管拔了，胃管拔了。不，你不用退出来，张国辉，你不要退着看，你只能看前面。太近了，张国辉，给个视野。不是你刚才那个姿势摆好，你不要动这个。好，来，好，好，我们要讲究这个插入的位置。好，看到幽门前静脉啊，这个是幽门前静脉。啊，幽门的标志，然后往下打一两公分，啊，不会打到夹子的。完全，你没有注意到一点，我们团队做这手术也不掉钢，是，我看到了，也不用悬吊，就是因为我们助手够强。对，他而且你处理小弯的时候，你是把胃向右上翻转。对，我是本身有一个就是对吧？对肝脏的一个阻挡的作用，就是用胃来挑肝，从后面做哈。对对对，用胃来挡肝。对，王全。哎，你看我一个绝招啊！看到了你先带了一段十二指肠。不是，你看我一个绝招，我不是电动的，但是能打出电动的感觉。是吗？你看，主要在手上的这个力量吧。看这个 reach perfect， 你打出 power reach 的感觉是吧？对，纹丝不动。主要是李教授手上就带电。嗯。但是平心而论 ，reach 这是做的手感还是不错的啊。还是不错，还是不错。不会像很多咔咔咔。对对对对对。起码打出来没有噪音哈。对。很顺滑，应该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属于对。然后打完的断面，目前看一下，看一下这个断面啊，嗯，非常好啊，好来。不过这个我的理解就是说，这个钉头不抖动，脂肪挺多的，不抖动的话，我觉得还是会对这个沉钉会好一点。对啊。有些人打枪的时候他在抖，我觉得那个沉钉肯定会受一些影响吧，会容易出血。这我也非常同意你这个观点，还是要稳定。李勇，你也不悬吊肝脏是吧？对，这样有利于给助手压力。投了，助手的进步。啊，一般这个八组这里都会有个大的，但是实际上不一定有问题。你看这样的。圆东东的，质地很软，应该没问题。对对，小的。Professor Ahn, this is your left gastric artery. Yes, left gastric artery, and I ligated coronary vein here, and I approach it. You using the suction? Yes, this is suction. Suction irrigation and Bobby tip is very blunt tip, so I can apply. Yes, electrocautery energy very superficially.So I can dissect along the dissection plane like this. This is quite useful. Yeah. So actually, this patient is early gastric cancer, so we don't need to much. We don't need. higher lymph node dissection around here. So I just perform.D1 plus,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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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us, D1
watching the other Chinese doctor's operation. Maybe Dr. Cao finish his operation? Very fast. Not yet. Okay. Huh? 看到那个韩国教授他那个手术的外面的画面，他在手术过程中要不断调整那个悬吊的那个位置和力度，也像一个助手在帮忙牵拉一样。拉出来，这样我粘着你，这样拉出来，网膜拉出来。就是这个他们的哈巴狗这个吊上悬吊。对对对，你看他在也他要不断的在体外去调整那个的力度和位置。我照一下，哎，对。他上了几个哈巴狗啊？就上了一个，我现在看到一个。然后用那个我们那个抛轮线悬固定它，然后悬吊在体外。有的时候看到他在体外调整了一个线，真的觉得应该要叫晏叔跟他好好沟通一下，他们两个应该沟通交流一下，性取向比较一致，是，嗯，再进来，这是幽门，这个病灶在什么位置啊？摸起来不是很明显，这里长干了。然后换手，我看一下，这不是很明显。那个，我自己来。来，那个胃镜打开，我看一下。哇塞，这个网膜这么多哈、啊！这个时候我要暴露你的经脉，看到门经脉没有？啊，是吧？后面这个是门经脉，好，来，好。灯光给我对过来，对。手套给我准备一个啊。对。好，这个是胃右动经脉在这，来，好。浅凹充血糜烂，这所以很浅。芋豆小弯侧，啊，纱布给我一块。等一下，我找到了，对。啊，这个指点就是做到肝肿，分，就在这里一点点。肝固有，再分左右支这里就可以了。这个是幽门还没翻上来。等一下，你的右手拉着，左手挡着肝，这样顶上来。这样子，就在这里了。嗯。看到了，就这里了，就在这里。对，这里给他看一下，不要放，不要完全放下来，挡住就，来，好，轻一点，退，给他看一下。对，好，进来。韩国他们这边也是用一个线来悬吊肝脏，看到了吗？有时候有个副肝，完全吊手，看到了，病灶在这里，哎好对，非常浅的一个病灶，我们完整的上切缘、上下切缘没有问题哈，没问题，对，好，稍微期待你的 modified data。Thank you。马上就开始。好。Professor Ahn, you now dissect 1N3 lymph node. Yes, right. Yeah, people, lymph node dissection around 11 P. I always dissect 11 P, number 1 and number 3 A, like this.
嘉宾，你注意到那个安教授他是坐在病人的两腿之间吗？是吧？是，他在中间坐。嗯，算了。确实，他用这种器械，这种筷子下咽确实少了很多哈。对，用我的心做手术，做手术要吊杆，然后呢要用一个 hemlock 夹帮着悬吊，对，同时左手用一个旋转的器械，这个地方是最能体现这个，可以吧？来，我们扣子扣一下，看哪里有出血的，再处理一下，再处理一下整个树叶，看看有没有什么剥落的。再进来，这里有个扣一下啊，好好交接。不要抖，不要抖，稳定，因为你一抖我就相当于是急转弯，知道吧？好，这里有根血管啊、哦，这里有一支血管，分离钳给他，小的 hemlock 给我。我们一般剩下的这个胃小弯这边血管的断端都要给他上个血管架，防止术后一些胃扩张以后迟发性的出血。我看你大腕侧有一个血管断头也那样处理，对，大小弯都有。我们血管的肠胃的这种血管的断端，很多中心就直接用超声刀烧掉了，我们觉得还是加一下放心，起码术后万一有出血，我不会考虑到是这个重新开放引起的出血。你看你总算扯断了，我知道，对对对对对，下吸引器要吸一下，你把尽可能把所有的风险都消灭掉。对，我们尽量做到我们安全。轻点，轻点，给他一个远视，给他一个远视，保证手术标准化和质量的。可以。好，接下来我们就准备我和。你这次手没挡好，来退退退退，给他看一下看。右手分离钳。两只手都反的，这个一只手在上面，可以是下面，是反的。对，出血吗？哦哦，有点不。看这里啊，打起。对，就这样，别乱动了啊。韩国教授在清扫完一三组后再清扫 CP。Professor Ahn, you now dissect number 11P. Yes, right. After dissect one and three the involutal. 可以哈，好。嗯嗯。手术流程确实跟我们国内的还是不大一样。这个可以看到，这种 ICG 它经过胆道排泄的哈，胆总管也可以显影的很清楚哦。进来，我在说胆总管。别动，别动，李泽坚。胆总管也可以显影的很清楚。好，来。这个怎么怎么？王权。是一个什么？来看的、哎。我给你看一下。这边把门禁按钮显出来。这个就是 4K 的好处了，因为 4K 它是放大接近30倍。以前我们做这里的时候很小心，现在你看在这个高倍放大下觉得这个间隙都很大，所以我都贴着门静脉。这边呢还在出吗？吸一下是吧？对，很清楚，我可以贴着门静脉来做、这个、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做。没有了啊，上面的。这是我推崇 4K 的一个想法。嗯，如果 4K 和 3D 结合到一起、可能就会更更有效果，就不要像上次我们还要辩论 3D 好还是 4K 好、哦、对对对，不需要辩论，是 4D 的 4K 的 3D。 对对对，有，现在有这样的经历。好，为什么我们是选择这个时候来断这个胃左了？因为有时候胃左它是汇入到门静脉的。哎，没事，这个我们可以做的更低一点。切，那我们刚才是旋转完，所以我们是从胃的后壁，十二肠的后壁到断到十二肠的前壁，所以这时候我们是等于在后壁上开了一个孔，开孔的长度就是一个超声刀头的长度。来，夹子，小的小的，因为这是一支静脉。OK， 好。然后在胃大弯也开一个孔，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打网膜左的那个第一个分支的位置，就是我们离段的位置。
看水够不够热了，还要冲一下，这烧的时候退一下吧。我说这个福晋手要会躲避啊，这个地方就是刚才大家也讨论了，这个地方一般就上夹子，这边有好多淋巴管，来，那个脚踩过踩一下，这个时候吻合的时候不适宜用荧光模式，荧光模式它毕竟清晰度会下降。再来一个，再来一个，镜子要不要弄？你的肝脏始终是还没挡好，然后你的镜子又不会躲，所以就是搞的就是这样。来，快点，快点，夹子。吸一下，油摸了哈。泰加给我一个，这个是干嘛？丢了。好，这个就是我们跟刚才的那边会师了。OK。好，准备插镜子。你不撞下去，等一下丢下去，你怨什么？你现在是可以。插镜子。嘉宾，你看那个安教授，他这个地方处理也比较有意思，他用电凝吸引，就是钝性和这个电凝结合，然后有出血的时候还可以把它直接吸引处理。也比较方便。安教授他在清扫胰腺上缘区域淋巴结，哎，等好等好等好，主要都是用这种这个吸引器，这个电离吸引器在做啊。来，那个王权，你挡好这个伪装。Professor Ahn, we have a seat in the splenic artery. Yeah, splenic artery here. If I wanted to, Okay, 我们看一下清扫的情况，今天这个文明版还是暴露的比较成功啊，很清楚，很清楚，看到这个角落都是的清扫都已经非常到位了。This is a large fish around the splenic vessels. 我没看清楚有没有进的。啊，医生，它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翻过来做的，一种是这样做的。我从喉咙里进去。好，直接就是在这个前面。那你把这一三组处理完，这个清扫已经结束了。对 you can see the splenic vein, 但是这个一三组的清扫、like、其实不能急，一急这个地方静脉一出血就缩进去了，很烦。 11P lymph node dissection like this. So I just wanted to remove around the lymph node around the splenic artery only.然后我们通过共同开口看一下里面有没有出血哈，吻合口里面有没有出血。Actually, this is not a actual complete D2 lymph node. 瑞奇不会出血的。李勇，这里给你点赞了。嗯。支持。绝对没收广告费。哈哈。哎，针线来。哎，现在我们看吻合口里面很漂亮啊，没问题。然后，哎，换掉。对。超辉，你这个关闭共同开口，每次都是要在中间缝一个线，悬掉一个。是，如果特别熟练的主刀跟助手背合，也可以不要缝，但是缝一下的这样就是比较有利于推广。对，大家都做的时候。如果以前我跟黄主任两个配合，有的时候就不缝，直接拉起来就打掉了。这样子缝的话，会对合的会更好。需要缝几针吗？还是只缝一针？一般就缝两针。两针。推荐的是缝两针，一个就是胃的断端，跟十二指肠的断端。耶。缝一针。近一点。
不要被东西挡住了，你要这样一会儿。那吻合之后，这个吻合口和那个胃的断端，你会再缝合加固吗？那我 Q 看有没有出血，如果没有出血，我是不固定，不加固。迷走神经。如果有出血，我是会加固。主要是看出血的情况。如果按李院说的那样都不出血，那肯定就不需要加固了。要相信瑞奇。哎，你这个远，我这个做动作的时候，你可以稍微远一点。李直接，你是不是平时对张国辉他们的要求太低了？这个福晋手一定要要求要高。来，确实福晋手确实挺重要的，甚至我的时候觉得福晋手比助手更重要。当你只有一个助手的时候，你宁愿让他去福晋。对啊，你都看不清楚，你能做什么？朝晖，你说的这点我特别同意。是啊，做了机器人手术之后，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这个镜头非常稳定。对，因为你可以自己控制，不容易误啊。对，他也不会上误的这个机会也很少，远近角度你自己完全可以固定。而且它非常稳定啊，对，不会晃动，不会晃动。而且主要是你做机器人的时候，你福晋手是你自己啊。对，所以我觉得做机器人最大的优势是这个镜头，比较合你的心意。再者，你想骂也没地方骂去，骂骂自己，是吧？哎，今天那个韩国的那个他是用什么福晋子啊？他机器，机器。跟你说了吗？他是单人单孔，追随那种是吧？不是追随，是固定的。不是追随，就是像那个前一段时间那个。对，王权。哎，我们这个一三组应该可以了啊。是，看到，非常清楚。我们就准备，我待会看再看一下那个位置。我们可能会选择做一个全腔镜的 Gloss Two。好。你这个檀木上应该有红旗飘过，都是我们国货。这比较符合习大大说的内循环。哎，那边不要拉太高，那个十二长长端不要拉太高，哎，它自然而然的就上来了。对，对，我这边拉起来，它自然而然就上来了。急什么？真的。朝晖，这个每次都要保证不急太紧，十二长另外的那个角切掉吗？对的，这就是我们 modify 的。这样可以啊，慢点慢点，近的拉，差点又碰到了，不是拉前臂，碰到了，来擦擦。对，可以。我觉得很多人担心三角吻合，可能就是对最后这个共同开口关闭这一块，可能会有一点担心。对，共同开口关闭就是说一定要横行关闭，哦，来来泡泡，关闭的方向应该跟十二指肠的纵轴，水不够热就换水啊，这样才能保证吻合口的狭窄。吻合口，对对对对，因为它这个三角吻合最早介绍的时候开始就说做个标准很大会出现倾倒，但是后来国内的很多学者做了之后，可以共同的问题就是我觉得都是骨头的问题，可能还是吻合口没有想象的那么这个大一倍那么大。对，重新做过。大家看这个郑朝晖教授的这个三角吻合已经完成了。插布给我看，再写点吧。看这个关闭共同开口也非常的漂亮哈。对，非常漂亮。所以说医院这个推荐的绿旗还是不错的哈，他说没有问题的。对，你可以放心。那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小的渗血，如果是有喷血的话还是缝合为主，那如果有点小小的渗血，我们有的时候是用一下速激纱这种止血纱布覆盖一下就没问题了。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它这个吻合口的张力啊，它整个助手可以把整个胃挑起来，可以见到吻合口是没什么张力的哈，对，张力是没有问题。这是吻合口的后壁，也没有看到明显，有的时候这里会有出血，大家要小心，会往外喷血，这个要可以缝一针，那你检查完没事就非常放心了。
这就是胃的端端。我们看了韩国他们这边一三组也清扫完了，这淋巴结清扫部分也结束了。对的，这里有点出血哦，末端这里可能压榨的差了一点，有点。他做什么吻合啊 ？Professor， 他做 B 二十，勇哥。刚才说他要做个 B 二十。Yes。嗯。文英针吗？文英针。You choose. Yes, I'm listening. 普通的。Plus two。Yes, plus two. Now, I'm going to transect the stomach. 来看一下肿瘤在哪里。자저거넙죽이넙죽 Professor, do you have a complete the lymph noodle now? Complete what? Lymph noodle dissection. Complete. Yes. In terms of D1 plus, not D2. D1 plus. Yeah. Yeah, D1 plus. Because this patient is early gastric cancer, we don't need D2. 来来给我钱。So now you begin the discussion. Yeah. So maybe tumor location is here. So I transect the stomach this line. 왜 이렇게 많이 안 했니 근데? 시시.他不做全腔镜吧？他一个人做不了吧？他应该也会做全腔镜，因为他要做 B 二十，我觉得可能是为了。对，他至少得有个助手啊。如果做全腔镜。Do you perform total laparoscopy reconstruction? Yes. Yes. Anastomosis. Yes, anastomosis all the time intracorporeally. There is no extracorporeal anastomosis. Yes. Total laparoscopy. 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对。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因为他一个人如果做三角吻合，我觉得可能会相对困难一点。但是做 B 二十的话。难度会降低了很多。朝辉，你说呢？你想想，一个人。是啊，我正在考虑一个人怎么做这个三角吻合，我觉得。是吧？对，我觉得很难。再左调右调呗。所以他选择做 B 二十，其实相对来说。B 二十可能还是可以，这个是没错的。对对对，因为你想，他也是一个很早的胃癌 T 一的，他选择做。对，做 B 二十，我觉得这个啊，是不是考虑吻合的难度问题？这个肝胆有出血，给个大写看肿瘤位置做。对，他只做了一个 D1 的清扫。这边缝一下，你们的观察孔又打得太高了。来，好，这里还是有点出血，往那里加一下没出了。在哪一个点？这里哈。啊，好。一下缝一下，这里出血。金色的。都是泥，都是泥元素的一个 flag， 完了在这里就本来呢不会出。什么？我说都是你说不出完了就有点点小出血了。就是不是那个做的太快了，一点点不奇怪的。让你稍微把速度控制一下。对吧？我是本来想早点做完，停下来看看你学，向你们学习。我基本速度差不多，你们差不多。李勇这边也断位，也马上要做吻合。对，安教授那边也是刚刚断位。所以今天我们都按照计划中的时间在走嘛，哈。对。我做的比较慢，来。저쪽하고거의똑같네빨리우리你比较迟开始，我们比较早开始。对。我拉不动啊。因为你下午呢怎么过来啊？啊，我还要过去吗？当然要过来了，你不是还有主持吗？我、哦、今天可能过不去哦。过不来了。对。就觉得你早上做手术，可能下午过来。也没人找我订票啊。不会吧？真的。你。王权，你在福州吗？王权呢？昨晚就过来了，连夜过来。李勇，我告诉你，我不但在福州，我现在在协和医院，胃外科，就对，在那个胃外科的办公室，现场指导，深入到内部了。
来进来。那都是都要去那里进修一下的啊。好，我们再次看一下 Power Leech。Power Leech， 你这是人工 Power。哎，那 Power Leech 确实已经出来了，样品已经出来了。哎，两三年前介绍过，但是好像没有在市场上。哎呀，新的一代也出来了。那个电动的，电动的已经出来了。两三年前我就见过，嗯。现在新的更小了。现在没有。他可能现在可以了哈。现在不出就不要了。几年前就有。镜头擦一下，来，热水泡一下。牛管准备啊，竖起沙准备。哎，李勇教授，确认没有胃管吗？都是用蓝钉吗？我喜欢用蓝钉，包括我自己做减重手术也。来刺激一下，都是蓝钉啊。对，减重你第一枪不打绿钉吗？都用蓝的。我都用蓝的。哦，这里吸一下，看有没有出血，刺激他一下。但是我大部分时间是用紫钉。揣瑞奇也有指钉吗？瑞奇没有指钉。瑞奇好像也有指钉。瑞奇也有啊。我看那个韩国教授用的是一个金色的钉，是不是也是瑞奇金色的钉？嗯。他朝辉，他跟你应该差不多。你看他把标本离断之后，先取到体外，可能也是要检查一下气源，然后再做。因为我最早学三角吻合的时候，就是去彭坦医院，就是按的老师那个金炯豪教授 Professor King， 他们也是，他肯定是做完之后一定要先把标本取出来。对对对，取出来确认一下切源才做吻合的。那你现在搞得我到底，我本来想不想取出来，你现在搞得我取不取了？那是韩国 style， 不是赣州 style， 不是江南 style 吗？但我觉得我这个定位比较明确，应该可以。明确就可以，如果真的很明确，可以。是的，因为朝晖和那个安教授的那个病灶都非常小，所以他可能要确认一下。我准备用个标本袋装的放在里面，我做完。最后一起取出来也是可以的。对，好，那我们就这种小的渗血，有的时候就用竖脊沙给它盖一下，就 OK 了。那好，来，这个太大了，算了算了，没事，挑起来，挑起来，还有一小块，就是比较容易渗血的位置，这个就塞到那个门静脉旁边去。啊，放点镜，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安教授。他一个人这个做这个吻合，好，引流管，那怎么操作？剪刀。所以今天本来应该安排叶树跟他 PK 才对。叶树这时候还在飞机上呢，昨天赶飞机没赶上。李勇，你想想，这一个人单人单孔就已经很无聊了，如果安排两个人还要单人单孔，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手术特别的闷？让他们两个聊天。然后还聊不通，嗯，你看看我们赣州的标本袋，赣州 star 多大呀？咱们客家人就是大方。哎，赣州也是客家人啊？对呀、啊。哦，我都是客家人。你这个标本袋能装下全结肠？能装一只大象？能。然后李哲健没教你们把这个袋口要打一个结吗？啊？不要一直捅进去。两个人在两个房间，也是一个人。那我们引流管就放在这里哈，胃左的右侧，吻合口的胃左的右侧，吻合口的左侧哈，把一个侧孔对准这个位置，这个是三角吻合最容易漏的一个位置，就是这大腕侧这个位置，就是那个大腕侧最上面吗？那一点，最外侧这里。对吧？这个位置，那你这个地方需要缝合加固吗？平时？那就缝合完，对它缝合的防止它漏没有多大用处，所以就不缝。嗯，其实钉子能钉也，钉子一个钉子相当于你缝了四针啊。
你们有指钉，为什么不给我用指钉呢？有 POR 不给我用 POR 呢？为了体现公平，我们没有指钉，也不让你用指钉。有 POR 为什么不给我用呢？为什么指钉正常会用？我这里也没有，我全是蓝钉啊。我说 POR。对，本来你打好这个结我就轻松一点。对呀、啊。哦，他韩国教授也在做测测吻合了，二试的。好，来，几块纱布。啊，王权，我可以不拿出来吧？可以，不违反原则吧？不违反原则。你这个非常清楚，非常明确的一个位置了。那王权教授，那我们这边这一台就结束了。放好引流管，我们就撤除抽卡，谢谢您。好的，手术非常精彩。啊、过去。阿辉，那你往右边倒一下。你还在手术间吗？我现在上去找你啊。好的。好。哎，扶手的画面就可以切掉了。让我们看一下李勇教授和安教授，两个人都在做吻合。他这个好像第二个吻合口是要用线缝吗？对。Professor Ahn, do you have a using the suture? Yes. Close the window? Yes. 他那个机器臂做 suture 是很好的。Yes, I always close the common atrial by suture, like this. That is also articulating needle, like this. Yes. So we can use it even in a single port, like this.It's a little bit difficult, but if you use it, we can use it in single port like this. So we can make a suture. 它的持针器也是那种，就是可以。So where 关节可以旋转。The point. 对，那个 suture 应该是比较好的。这个真的是很好用。Freedom like this. 完全没有什么筷子效应啊，完全就是。对。좀어려워근데자다있어床要高一点，你要往哪边看？你往外面打一点的光，要让我看得舒服。往左边打一点光圈，对。所以你整个床要高。好，可以了。来，多个星星。福州的那个画面，对，可以停了，那就是。哎，怎么吸不了？它这个持针器就像机器人的那个持针器一样，非常方便。也是用倒置线。对，然后连续。连续。对，大谢。用这种器械缝这种感觉非常的轻松简单、哦、对，特别像那个达芬奇机器人，就在前面的那个小的活动范围就变得非常灵活。又往右打光圈，不是歪，不要歪。这个缝合的技术真的是非常好，对，它很熟练。很熟练，嗯，理解。然后不到两分钟已经缝完了。对。来，枪。
Bundang. Bundang. 你要把这个充气的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把实验体。李勇教授，你这个只是做一个B2，不加布朗，下面是吧？我们科是从来不加布朗，这个一个科一个习惯吧。咱俩习惯一下。上面那个钱抓的太近了，稍微有一点，对。我觉得这个主要最重要是还是一个传统吧，一个科定下来一种吻合方式。 师傅一直是这样做，我们就出事最少，固定下来。对，包括顺乳洞、逆乳洞、半口、全口、结肠前、结肠后。你这个输入判会保留多长？大约？一般我们做结肠前是12到15公分，会稍微比书上写的长一点。来来快，抓大碗，抓大碗，不要去抓那个。对，好，来，泡放掉啊。 你这个当主刀太久了，都不知道怎么当助手了，下面扯着空档往里套。对，我们不能输给韩国人家手工啊！来，好。对啊，我们一般做到靠后壁一点，大腕靠后壁一点。好。 他们韩国人用手工真的是省得快，用这个。你就别给我施加压力了。<笑>别担心，他比你开始的早很多。是。好，来，我主要是今天这个助手不给力，我操，我不是打到了吗？你看看，打到了一点点，这是结肠的细毛的。 嗯，对，来，所以配合很重要，放下来不要抓到那个鱼啊。来看一下，主要是没有抓到结肠。 Professor Ahn, do you perform the Brom anastomosis for this case? No. What? The Brom anastomosis. The Brom. Brown, ah, did you know anastomosis? No. I don't prepare brown anastomosis. If I need it in younger patient, I perform Luangwai gastrojejunostomy. I don't like B2 plus brown JJ. I don't like. Gastrojejunostomy or Luangwai. That is my choice. And in early gastric cancer located in antrum area, I perform below one. 네, 아니 그냥 우주고 아티센셜. 你先把那只手抓好，对。 And I always lamp post duodenal stump. Yeah. 因为这只腿掰的太快了。 Zero muscular way. 看哪里？来，把空肠位置摆好，下面那个空肠，摆好位置。 左手对，好，来，给一个再抓一点的，对，好，摆，对，要顺到一样的位置，好，来看一下，本来应该一枪打，来看一下，主要是没有。 要做到这个跟场馆的纵轴有一个垂直的关系。今天瑞奇出钱了是吧？多打一台可以吧？啊？今天已经那个帮助瑞奇已经展示了很多了，所以多打一个钉，他们一定不会。
拒绝的。来，再给一个。是不是你应该要求换一个金色的钉子？他们说了，钉子管够。好，来 ，one more。I believe this kind of rambot, serial muscular suture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prevent duodenal stump leak. Yes. Yeah. I believe, but we have much evidence from retrospective data. Do you perform for every patient? Yes, every patient. Yeah. Every patient. 韩国教授的这个跟刚才朝晖的差不多。任何一个风险都要把它规避掉。对，韩端它是要常规都要保。我们有倒置线吗？来，他们有倒置线，有没有？Okay, now I finish my operation. Yeah.来，给个敲进纱布。Very perfect。好，王姐。Oh, thank you very much。我们这个吻合也做完了啊。红布。红布。Thanks very much, Professor. You performed very perfect operation, and we learned a lot of the new things. Yes, thank you very much. I hope you enjoy my operation, and I hope meet.Meet you, all of us, meet you someday in offline, not online. Okay. Yes. 反正就是他搞结束了。因为通常的血供会比较好，往往会是会有点出血，我们处理一下。来，给个大的 hemlock 哥。也许这两个脚上。哎，嘉宾，那个手术结束了，这个直播就结束了是吗？还后面还有什么别的环节吗？没有了吧？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那需要跟黄主任，叫他一声吗？总结一下。对，因为整个基本差不多。我问一下。对，你给黄主任打个电话问一下。嗯，好。来，再给个 hemlock。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画面展示的是韩国的教授，他给大家展示了一下手术之后的效果。虽然单孔单人，但是完成的还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欢迎，盛朝晖主任来到了主播间。大家好，坐。哎，要不然我一个人实在是。是啊，我发现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单人手术你比那个。韩国人还无聊，对对，所以刚才我说，如果韩国人跟严肃两个人两个房间做两个手术，那简直史上最无聊。挺好挺好，今天整个黄娟教授，黄娟教授，那个黄主任说由您给这个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手术。哦，朝晖也回到了那个楼上，那我们两个一起吧。嗯，你是地主，你来吧。没做完了，还没完吗？都结束了，基本都结束，都结束了。李勇处理一下这个场面。是那个，完了，今天非常的顺利。他放了一个什么？是止血棉吗？应该是止血。止血的。好。我觉得我稍微拿个电极电一下就算了，我就不缝了吧。对对对。嗯。你一般也不做不让我和李勇。啊？就从来不。从来不做不让我合是吧？就是空肠和空肠的测测我。朝晖问你说是不是从来不做那个布朗氏吻合？我不做，我不做。所以我上次去韩国也是，我看好多韩国医生。刚才我听到你们问安也是，他也是不做。他不做，他这个年纪大的，很多医生都不做。嗯，早一点的，他刚才他说他也做医生。我们科室一直都不做。哎，他这种止血纱布也挺有意思的。嗯，都给我，要把整个窗面都覆盖上吗？整个血管裸化的窗面都覆盖上。后面还有一台是吧？接哪间房？挺好的。
按照四例的，嗯，有房子，对对对，不卖。我刚才没注意到，他们十二场场都还有包埋，包埋，包了包了都包了，病人都要包埋。对，我们也是，我们也还用胶水啊，好像还用胶水把这个止血纱布固定在这里，是防淋巴漏。这样，嗯，有可能能防止一下遗漏，是吧？小的。Professor Ahn, we want to know the what function of this gas? Ah, this one.Blue dot to this patch. This is a hemopatch from Baxter. You know Baxter? Baxter Company. Company. It's a kind of sealant. Sealant. To prevent lymphatic leak. Oh, limbalo. Oh, yes, thanks. Yes, because I dissect suprapancreatic area, sometimes we can experience lymphatic leak.From the lymphatics or nerve tissue. So I wanted to prevent lymphatic leak by this patch. This is a kind of sealant. Okay. Yes. 要很精准。Professor Ahn? Yes. Yeah, this is Professor Cao Hui Zhen. Oh,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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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Congratulations. Oh, thank you very much. Opera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Oh. I miss you. I wanted to visit Fuzhou again. Yeah. Last year, you came to Fuzhou. So this is final, and I don't insert JP drain. Okay. 我准备收工了。好，可以吧？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好，谢谢。安教授还有李远教授，我们今天三个人按照大会的安排，我觉得还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我们的任务。也谢谢线上的全国的各位同道的一个观赏，也谢谢王权教授对我们一个全程非常精彩的一个点评，还有王嘉宾教授的点评，还有瑞奇公司的大力支持，那我们能有这个机会。让中韩的中青年专家能够同台竞技，谢谢大家。好，谢谢曹辉，谢谢王权。手术非常精彩。